今天我做了一个乐高锁，先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周围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它的钥匙孔在下面，它现在是拉不动的。现在我要把这个小纸片锁上去，这是一个钥匙，插进去旋转，它就开了。开了以后呢，它可以转开，然后把小纸片放进去，然后锁上，它就拉不开了，它就被困在里面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看它的原理。这里有两个卡榫。我旋转，看不到。啊？对，这样。我旋转它，它就会开，因为它现在是拉不动，它现在被卡住，然后旋转它就有路了，然后它就可以上升，然后它就可以拿走了。OK， 谢谢。